心的啊。24十周年巡回演唱会沈阳站门票于昨晚20点开启预售，又是开票即售罄，太疯狂了。这次谁又会成为幸运儿呢？这次沈阳站在沈阳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，举行时间为9月7日晚19:30。北方的米子们，离你们最近的一次哦。就问你抢到票了吗？没抢到的也别着急。南京演唱会今晚会有二开，10号的是20点，11号的是20:30开票，间隔半小时，做好冲刺的准备，和周深一起过七夕哦。另外有网友问周深这两天在青岛录制什么节目，小编本以为是飞行战至巅峰三的录制，后来发现是在录制央视晚会，有看到说是央视的八一节目，也有说是央视的七夕节目，到底是哪个是真的也不懂，等通知吧，反正是央视的就对了，期待节目的播出。大家人真好，可以听一听原作者的表达以及今天在澳门录制音综音乐原计划，下午和晚上都有录制。据悉，接下来8月14日和28日还会在澳门录制两次，中间在8月6日和7日两天在南京录制。再说说周深新歌成绩，歌曲《嗨》在 QQ 音乐巅峰榜 VOL37 统计周期内共计登上巅峰榜60,000次，拿下新歌榜冠军，大家可以继续助力本期榜单。而腾讯音乐有你榜上，周深新歌《消夏图》发行半小时便拿下10时榜 Top 1，此后热度稳定在 TOP5 之内，最终拿下上周第37期第四名，成为周深第111首高分歌曲。用掌声给自己，谢谢谢谢，我自己也非常珍惜每一个跟大家相遇和陪伴的时刻，比如像在电视剧里啊，有在电视剧里听到过我的歌声的吗？有。后面的朋友有吗？有。有在电影里面听到过我声音的吗？看来电影是要多唱啊，怎么会听电影的感觉多一点呢？那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解密，没错，解密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但是我今天演唱的是《流浪地球二》的歌曲，这首歌叫做哦，你们喜欢吗？喜欢。好，非常非常感谢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这首《人世》，希望你们能够以后跟我一起合唱啊。不了吧，你们会拒绝我的合唱要求吗？不会，我们试一下。让死忘记我，让恐惧亲吻我，来摧毁我深爱的一切，可人夺不走我的选择，贪执着很棒，你们。
们的演唱成功的给了我非常大的压力。那我就只能够说，周深啊，加油啊，你的人事得加油了，谢谢你们。7月29日，周深新专辑《反身代词》发布 ，Track 9歌曲《Vala Lila Long》。初看这个名字，第一反应似乎都在猜测它本身的意思，或小语种，或谐音。随着歌曲整体概念的展开，《Vala Lila Long》的秘密也逐渐展现出来。《反身代词》将整体背景设定于200年后的世界。200年后，人类历史上著名的烂尾建筑巴别塔终于完工，《反身代词》像是开启一场奇幻漂流。Vala Lila Long 是构建起的一个神奇的乐园，在这里人们只要喊出 Vala Lila Long 就可以消除一切隔阂，在这里快乐最伟大。要是有人站在地面极目向上望，还能品见一个轻快的残影绕着塔身翩翩起舞，快乐的歌声从天空飘然落下。 Vala Lila Long， Vala Lila Long 是属于同频的一群人的快乐咒语，是提供沟通服务超级解码器，只要你懂，无论在哪儿它都在。周深《反身代词》销售额已超3800万，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吸引到场或不到场听众朋友，每解锁一首歌都会吸引更多在歌曲里共情的人们，周深就是有这样的魔力。最后提醒大家，记得今晚抢南京二开的票。